強就係、是其實都希望佢保持即係、無論對每一場咩對手都好咯，即係盡量可以令到自己都可以集中，因為有時可能對手冇咁強嘅時候，佢哋會比較上好容易即係唔留心，即係我希望佢呢、這個係好重要，因為到。習慣了即係成日都唔習慣呢樣，要專心咧比賽嘅時候咧，咁可能到啲對手強啲嘅時候，或者可能再出外比賽嘅時候咧，咁可能就呢啲咁嘅習慣就會變成咗失誤啦。咁但係我哋其實都有信心，因為我哋而家都係培育緊我哋一班學生嘅球員啦。咁希望佢哋可以累積多啲經驗嘅話，我覺得喺我哋退休之年咧，退休之前希望可以帶領到中信可以攞翻屆冠軍咯。